这个冰激凌糖果车是谁的呢？原来是熊出没光头强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光头强，看看我的这个冰激凌车怎么样呢？是不是很漂亮呢？那我卖的冰激凌口味更好哟，记得要来捧场。冰激凌车准备好了，那货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有多种口味的冰激凌、棒棒糖，还有冰棒呢。那我们来帮助光头强给它摆上去吧。这边一边呢有糖果，这个糖果包装还是很漂亮，草莓味的冰棒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巧克力、棒棒糖，一个大棒棒糖，各种口味儿，小朋友们等一下可以来尽情的选哦。冰棒，冰激凌，糖果，再来一份巧克力，好，准备一份怕不够小朋友们吃的，还有糖果。我们来看看光头强的冰激凌车上面的东西全不全呢？有棒棒糖、糖果、巧克力、冰棒。啊，棒棒糖分有两款，一款是扁的，一款是圆的，还有各种口味的冰激凌。那这些都准备好了，那我们还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是光头强准备的零钱，各种面值的零钱，这样等一下卖冰激凌的时候，如果小朋友拿来整钱的话，这样找起零钱来非常方便。那我们打开音乐，可以营业咯。我们的这个冰激凌糖果机是可以旋转的，这样呢展示非常全面。小朋友们，你会来买光